把这个萝卜头给它整点黄瓜。这一个是水果黄瓜，一个是菜黄瓜，把这个水果黄瓜先蒸着。这是水果黄瓜是红红的，这是蒸稠一点，是不是？蒸太稀了，让它不吃一点，稠了就用着料了。也是蒸的太稀了，没明白。这蒸稠了好，多了一盘料了，少了就没办法了。三天都吃了，看我这三天吃的炒吃的。你吃饭？你往桌上哎，我给你吃，你吃点吃的，你吃的，俺免吃的。今天吃完炒菜去。炒炒菜，我吃点吃的。两碗两块的。两块的。哦。我早去把两黄瓜炖了。对，下午我下午就倒黄瓜去，炖了点，再倒。你不是说了几块是吗？你不是说了？你黄瓜没叫他一出去吧？我给他把花盆给他。我连个黄瓜没叫。几天都没吃，连吃吃那也不行。他换房不重视呢，我自己都养，没人家自己放养，有时间。